说好的今天大葱煎饼呢？就给我根葱啊，也没给我饼，让我在这干嚼大葱，这不是那拿我们活不当人吗？哼，这么是个东西。来来来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猴子喂食门口够歪。我说你呢，你看猴不喂猴，你干嘛来了？下次别来了啊！你看这喂小孩，哎，小孩都没一回来事儿。来，给你上酒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嗯，哎，谢谢大哥，再给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啊，谢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不能一下给我，发猴了。吃了我的菠萝，手给我摸一下。太敷衍了，再摸一下。不行，太敷衍了，再给我摸一下。差不多得了你，我可是正经猴，这被我老头看到，我都解释不清楚了。喂，猴子，给你喝水。嗯 ，Thank you。正好我有点口渴了。这不好喝，没味儿。好你个臭小子，有营养快些，你给我喝矿泉水。你小子真不地道啊！真是的，没见过这么抠搂巴嗦的。哎，那个，我换上鞋啊。你别动我鞋啊，我鞋有毒。不能吧，你在骗我。我试试。真有毒。给我点吃的吧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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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给你吧，只允许拿一片啊。不是我，我鞠躬这么半天就给我一片啊，你真是抠的没边了。清凉解暑，小宝贝儿，谁喝谁得劲啊。啊，妈妈，能不能给我喝一口啊？我也想喝。不能乱说，说多了出来小孩子不能喝他那饮料。再说了，我还不够喝呢。邻居家的阿黄打了隔壁村的小白，没想到小白转眼间就叫了这么多狗过来啊！看来这回是摊上大麻烦了。这事儿没有一吨狗粮啊，解决不了。人家训狗都是拿吃的训，你这倒好，鞋垫子一定不好啊，举着人家的孩子威胁人家，你好卑鄙啊！孩子们，过来吃饭了。来喽！嗯，不对，有埋伏。埋伏什么埋伏？在哪呢？我看看。什么的？谢谢啊，现在没了。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，凭什么你们都针对我？你们是不是都有病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嫉妒我。嫉妒我大长腿。狗剩子，我从小就教育你，吃饭就好好吃自己的，不要东张西望的。你就是不听，你看到人家的，是不是馒头突然就不香了？我突然之间有点想笑，我也是。那来啊，一起笑啊，起！你们两个可真不是个东西呀、啊！啊，跟人沾边的事是一点都不干、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激怒了我，后果很严重。园长，把这两个憋出的票退了，让我打出去。狗剩子，你该起床了，咱俩说好了的，一人睡5分钟的，快点的，你别让我给你动粗啊！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？啥味儿啊？怎么一股臭大蒜的味儿啊？没听见吗？我刚才放了个屁啊！手机给我玩一下。嘿，这个手机咋玩来着？跟我上次玩那个老年机好像不太一样。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你不会给我吧？行吧，来，给我吧。我要你管，我不会，我搂着，我也不让你玩，气死你！小主任啊，刚才欺负你的两个小孩，咱们找了两条街了都没找到，不行咱回去吧啊！哎，小主任，你慢点跑，注意安全。我俄老二的身家性命可都压你身上了啊！你要有个好歹，我也活不成啊！哦，开饭喽！今天吃汉堡，来，这是你的。这是哪个狗干的？人怎么可能干出来这种事儿？来，你主动一点。还有你也别摆什么谱了，你们两个婚事我做主了。晚上就睡到一个窝去啊！我的礼物呢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没买就是没买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快闭嘴吧你！告诉你啊，不能过就离，后面排着队呢。快去喊人呐！我肚子开始疼了，你快去喊人呐！我要伤了，你快去快去，你快去呀、啊、你！愣着干什么？快点给我捡起来啊！你快去啊你！这是我们村的一条喜欢听戏的老狗，每次听戏的时候都是这个坐姿跟动作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上辈子宝宝转世是个老戏骨的。大猩猩，你会不会捶胸口啊？我想看你捶胸口。喂，什么捶胸口啊？这哪来的小孩子？这是动物园，把这当马戏团了。我就要看。好，捶了，行了吧，玩去吧。